一个，好像那种，就是点到为止就好，然后流感要多一点。对，我现在是有这种感觉。因为你很厚嘛，你可以是不是可以因为我觉得这边已经够丰富了，这个的文本已经够丰富了，所以这里我就还在思考，就是看怎么样哈，去给他们。哎，我已经有灵感了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那你慢慢弄。好好，我知道。木哥，辛苦辛苦。趁有灵感来的时候，赶快。好，老师，谢谢哦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你要收工了吗？这里没有，没有哈，都还可以做哈。这不是我管的。老师，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今天一直拍老师就好了，不要拍我。哦，那你是来负责摄影的，记录的。哦，记录，哇，很棒哦，我们这个活动很棒。突然间，刚跟老师讲话，突然间有个灵感。